这个又是架新飞机，这个是买了一个成品的套材，那个 DW Happy 的，这次我第一次买这种青木的，它这个厂家这个飞机好像是最后面两架这种成品了，一般这种成品的青木飞机都因为全人工制作的，所以说后面它不生产了，绝版了两架，然后我买了一架。这架飞机是那个二战时候德国的一个信天翁，然后涂装是个红色男爵的，现在这个飞机装的是一个电机，然后也可以给它上油的。我现在想的是给它电机试飞完之后给它上一个汽油发动机，20cc 或者30cc 的自家动力。电机没有那种油机的感觉，本来是一个青木机，上油机是最合适的。它里面是也是青木的异类，这里很明显，一根一根的看得到，特别明显，一个一个的异类。然后它整机全部是钢索拉的，舵面控制全部是靠钢索，升降舵是两根，然后方向一边一根，和那个波音747一样。波音的飞机就全部是靠钢索拉动。来试一下推重比，这个用的一个电机也是比较大的，看推重比有没有过一。哎呀我操，有点猛。可以，好，走，试一下，先跑一下。它是没有尾轮，完全靠一个滑橇。右转，左转，还可以，我觉得可以直接起飞了。哎，第一次体验二战飞机拿大顶。这种后三点的飞机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。哎呀，没问题。所以说后三点的飞机不能刹车，它没刹车，一刹车的话它这个就翻下去了。哎呀，没事，飞机没事。哎呀，这里磕了一点点，来底下问题不大，可以可以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可以直接起飞，可以投币下注，觉得会炸的一个币，不会炸的两个币，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，这种双翼机都是特别稳的，而且飞机是越大越稳，现在动力又是过一的，走吧，一点点风，这个方向，走。急，哇操，这么近的距离，头轻了一毛毛子，哎，速度是真的慢，哎，可能是飞机大。这个巡航油门50%，这动力还是很大的，超低空冲铲。空发，有这种声音，俯冲的声音，再来一下。哦，大飞机还是真的有感觉的。我试下倒飞行不行？倒飞是能倒，但是感觉引脚好大呀，还可以，就感觉还行。我们吊机。迎着风，高一点。哎呀，吊机的时候它两个副翼太靠外了，吊机的时候就没怎么作效。一
跟风闪一下，准备降落，又没风了，现在哎呀呀，这个飞机飞起来是还可以，刚刚飞了好几个起落了，唯独就是这个桨罩爆了，然后降落的时候两边一肩撑下地，飞机是没有炸的。你们两个必须应该安排一下，这个飞机速度慢是比较慢，然后升降舵和方向舵都是比较灵敏的，就是这个副翼不是特别灵敏，飞起来一直感觉像在失速的边缘，但是它又不失速。现在这个飞机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给它上一个油机上去，给它上一个油机就会应该会好特别多，现在用电池还要配点重。这个飞机的试飞就先这样，下次给它换个油机再来飞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内容，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可以一键三连支持一下，我是布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